我明天跟同学约了吃早餐，你不用再帮我弄了。妈，妈，妈！妈妈倒下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有多么害怕失去她。有记忆以来，妈妈的身影总是在厨房，无论是出门的时候，妈，水果呢？还是回来的时候，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在吃饭了。只要在家吃饭，好像担心我们会饿着一样，她总是准备一整桌的菜。饭还有，多吃一点，好吃哦。妈妈有时候很体贴。今天有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？有时候比女朋友还难搞。而这样的妈妈，谁晓得每次煮一顿晚餐，总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准备。所以她熟知大家的喜好，也知道家里每个人不喜欢吃的。我不敢吃的也不会给你吃啦，快吃。有时候还会冒出奇怪的口头禅，但有人在乎过妈妈喜欢吃什么吗？或许该做些什么了。啊，你在那边？看什么啊？神神秘秘。干嘛？快吃啊！臭小子，长大了哦。幸福的滋味，原来无所不在，平庸朴烧满。